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感谢主保守我们一周的工作与学业，还有保守我们身体健康平安。主，你是我的泉源，我的磐石，你带给我喜乐，带给我盼望。请大家起立，一起唱这一首《喜乐泉源》。Yeah.
都交托给我们的主耶稣了。罗马书八章28节说道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。不要忘记，我们永远是神的孩子。分享的讯息，让我们满满的得到满足。
上这样子的祈求跟感谢，是奉主耶稣的圣灵祈求。